你讲解一个外面收费1280元的百度暴力掘金项目，内容干货详细操作教学。百度掘金项目是安卓手机、苹果手机都可以，配置是4+64G以上啊，不限手机系统，电脑端可以多开操作，设置比较复杂，平台支持自动模式，不风控，不用安装任何插件，建议新手使用手机操作。啊，关于收益，单台手机日收益是20到100。啊，通过实操，单机大多数账号日收益都在50左右，多台手机多收益，整个过程都是自动运行，实操稳定。啊，看了之后的话，就能明白了。这里看看，收益还是挺高的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的注意事项，还有操作的这个注意事项，还有手机账号的设置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百度暴力掘金项目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